嘿，下班了吗？今天的晚餐依旧是一个人，但我很喜欢这种自在的感觉啊。下面调一个灵魂酱汁，这些和肥牛简直是绝配。然后打两个鸡蛋备用，油热下入洋葱炒出香味，放入肥牛，适当的翻炒一下，再加入酱汁和鸡蛋液，小火煮一会儿，蛋液熟了就好了。这个时候还是记得要吃熟鸡蛋哦。再撒点葱花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，你们还想学什么？评论告诉我呀。